每一个部会现在都有一些开放政府联络人，这些朋友们呢是专门针对这些在网络上的朋友们直接进行对话。之前就有知道这个用语平台的点数，我其实本来预期是我应该打很多关，这报税人大概一两百万人会去用它，我可以改变这么大的事情，我觉得有这个路径是很棒的事情。我们跟民众一起协作出来的东西，那被民众接受了，而且民众也觉得也看到政府的努力，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民众互信是有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People coming from one country to explain their process to a whole world of people. Yeah, the PDIS is a bunch of extremely optimistic people. 台湾的社会创新能够茁壮。立基点在于行政部门以及公民社会中间的互信与协力。刚开始是我们是一个 NPO 非营利组织，那想要用非营利组织的模式来设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各部会都来开会来沟通这些的光景当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以前来讲的话，已经往前进了一个很大步。对今天我们叫做新创、做社企这些的民众来讲的话，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共同来努力啊，共同来追求，台湾一定可以越来越好。请灌溉。我接触到很多民众，他们是真的是想要了解社会企业是什么概念的民众。我们真的是开放政策之下，这个社会的这个创意与创，彼此合作，共同来发展各种社会企业。以前会觉得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好像他们其实很想听年轻人的声音，但是他们可能身边就接触不到这些年轻人。我们的任务跟角色就是可以把这些多元的声音带到这里面，一方面是协助，一方面也可以是监督，让我们的整个运作跟资源分配都可以达到一个更公平正义跟社会正义的一个地步。如果觉得政府网站难用，或觉得它不好，那来就对了。来的话，你就有办法改善这些东西。